原标题：毛泽东看潘汉年这么办事。对周恩来说，他不可信用。1935年2月遵义会议后，潘汉年受命离开红军，南下经云南、香港转上海，然后辗转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1935年9月中旬，潘汉年到达了莫斯科，而此时王宁已在共产国际的七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成了国际共运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这也是王明个人权望达到巅峰之时。王明听了潘汉年和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会议情况及该会国内前后情况的详细报告后，对博古主动交权感到很遗憾，但对张闻天接掌则表示甚能接受。10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张闻天为中共临时负责人，等于承认了遵义会议的结果。10月3日，王明决定派潘汉年和张浩、原名林玉英、林彪的堂兄两人分别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对照。闻天的正式任命，由于不知道中央红军已经到了何处，也为了安全考虑，陈云建议张浩走陆路，潘汉年则走水路往回返。张浩装扮成蒙古商人，一路风餐露宿，但以最快的速度就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打探中央红军的所在。仅仅从莫斯科出发后的一个多月，也就是11月9日，就找到了中央红军。而这时潘汉年还没有离开莫斯科，潘汉年被要求执行更重要的任务。一是潘汉年在共产国际情报局学习新编密码办法和第一套新编密码，因为红军长征以及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中共原来和共产国际的联络密码已经被国民党破获，不能再使用，所以潘汉年学习的新密码对中共和共产国际再度建立稳定的联系极其重要。为保密起见，密码只能记在脑子里，所以潘汉年白天学习，晚上还要反复强记，不断默写再烧毁。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形成了机械化记忆，完全背熟。潘汉年领受的第二项任务是和国民党方面建立谈判的渠道。原来当时的苏联政府答应，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积极抗日，苏联就像当年支援孙中山和黄埔军校那样，全面支持和支援蒋介石及国民党军队，并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签订友好互助条约。而后建立的中苏特种技术合作所就是该保证下的产物。而蒋介石政府当时能得到的外援，由于国际形势，几个强国的或者勾结或者明哲保身，已经是杯水车薪。为了得到资金和武器装备，蒋介石授意了陈果夫出面与中共高层联系。于是在1936年1月17日、22日和2月3日，潘汉年在莫斯科同国民政府驻莫斯科的武馆邓文乙进行了三次谈判，初步确定了该年7月在南京和国民党代表陈果夫继续深谈。为此，王明让潘汉年赶紧回国，向张闻天告知谈判情况。王明再三强调要向张闻天阐明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也是唯一的能够动员全国人民去与帝国主义做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的策略。要中共中央把与蒋介石商谈合作抗日作为最首要的中心工作来抓。潘汉年此次回国颇经曲折，1936年2月24约出发，5月中旬才抵达香港。潘汉年抵达到香港，得知中央红军已到陕北，而在上海由于李竹生、盛忠亮的叛变，白色恐怖特别严重，进入上海相当的危险。此时
又据和邓文仪商定了七月会见陈国夫的时间已经很近了。潘汉年盘算着先回陕北再来南京，时间上恐怕来不及了，而且怎样过上海也是个大问题。于是他在香港给陈国夫发信，告诉陈他已到香港，让陈国夫即刻派人来和他联系。展开全文。1936年7月7日陈国夫派人在香港生活日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书，安地遍访卫浴，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凶黄一起。萧书安是潘汉年在莫斯科与邓文仪谈判时用的化名，后来在抗战中潘汉年纵横敌后，这也是常用的化名之一。见面后才知道黄毅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统领导级人物，也就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的化名。对，就是那个制造了著名的武豪事件的张冲，后来相逢一笑泯恩仇，与周恩来成为好友的张冲。有了张冲这张护身符，潘汉年平安到达南京。可是当陈国夫、陈立夫兄弟得知潘汉年尚未和陕北朱、毛、周见面，没有中共高层的意见后，便不肯亲自出面，只是派了铁道部次长曾阳甫来和潘汉年谈，要潘先回陕北，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和二陈进行正式谈判，并给了潘汉年特别通行证。1936年8月1日潘汉年持着这张特别通行证乘火车到达西安。1936年8月7日终于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的宝安，他向张闻天汇报了在莫斯科的情况，谈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张闻天的任命以及王明交代的任务，特别是着重汇报了他和邓文仪、张冲、曾阳甫谈判的情况。潘汉年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与遵义会议后的1935年2月离开红军，到1936年8月7日回到陕北，这一去一回的一年半时间里，中共中央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执掌中共最高权力，但这一切尚未得到共产国际的确认，在合法性上尚缺最后一环。因此当时的中共，尤其是毛泽东，焦急地等待着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另外由于急需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各项援助，刚到陕北还没站稳脚跟的中共也迫切希望和共产国际重建稳定的联络方式。所以对毛泽东来说，尽快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密电码势头等大事，关系到中共的存亡。所以当潘汉年比张浩晚到九个月，还在香港、上海、南京等地盘问，已经让毛对潘汉年不是很满意。基于此，对潘汉年的回来，毛、周都表现得比较一般。同样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派回的联络员，与张浩回到陕北时的热烈欢迎相比，有天壤之别。毛和周都没有马上接见他，只让先他住到中央党校宿舍，拨出一个窑洞，让他昼夜不停地把新编密电码写出来，交给邓颖超。1936年8月10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有关问题，博古也从瓦窑堡前来参加会议。会议开了三天，专门讨论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当时除了国民党驻莫斯科使馆武官邓文仪，沟通了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系，打开了潘汉年、张冲、陈立夫这条谈判渠道外，其实还有另外三条渠道也正在进行国共谈判的联络。政治局会议对这四条渠道做了对比分析，博古提出的意见是认为还是潘汉年这条渠道层次高些，应争取和陈国夫、
陈立夫直接面谈。张浩林、绿英去世后，毛泽东亲自为其抬棺，毛同意这条渠道是好一些，但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疑虑，即去谈判的人选要慎重考虑。张闻天作为当时已经被共产国际肯定的中共最高负责人，在会上暂时强调了，现在陈果夫要的是中共的条件，应该重点放在研究条件上，人选问题放到最后研究。第一天休会后，毛对周有这样的鼓励话语：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中央，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汉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周卫子和博古征求谈判人选意见，博古说，我是重财不重人，用人就不疑人。在第三天的会上，周表态人选还是潘汉年比较合适，理由是在中央苏区时几次谈判，潘汉年都谈得很成功，何况这次谈判是他开的头，谈得也很好，已经有了初步眉目，我们再换人对谈判本身不利，但是毛泽东对潘汉年的不信任已经为潘汉年建国后的悲剧埋下了第一粒种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